总会再罢工，说罢就罢，说干就干，管他流血流汗，管他流血流汗，要受老翁欺负员工，翁家兄弟赶快拆供。退伍位也选给我们到了这一个行政院了，他们说上个礼拜要给我们这个答案，但是问题是几个月我几个月时间已经过了，这个答案都没有出来。那我们很清楚，农电因敌，农电在实行奥布，什么奥布？反正我就是用时间跟你拖，拖到人家工人动不掉时，你们一个一个的离开。那这样我就不用退什么，我就不用付退休金、资遣费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款的金额有要求无？做要求的了，有。高雄大人赶快了，有。大队首长，国家别产，国家别产。湖南马政府，湖南马政府。好在拼经济，好在拼经济。黄龙泉，黄龙泉。太空，太空。黄龙泉，黄龙泉。太空，太空。融电公司，国营的，居然可以给我们的蓝绿政府经营到八月初的时候，跟我们说他破产了，他积欠41亿，他去年还说他有赚，今年他说我亏41亿，有这样子经营的公司吗？没有。上班的时候以泪洗面。